大视茶 ID DACH998。 当你在这世界上觉得很大，我的地球我做主，想想自己也是麻牛的，但看完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，你会不会觉得恐惧？会不会觉得人原来如此渺小？我原来连灰尘都算不上。这是我们地球和月球的对比，一个地球有49个月球那么大，月球是小弟五兄弟，地球还是大哥。不错，我的地球我做主。继续放大一级，海王星有58个地球大，天王星有65个地球大。继续放大一级，土星相当于830个地球，木星有1300个地球那么大，也还可以接受，毕竟我地球还是一个有分量的角色。再放大一级，太阳老君出面了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太阳系老大有130万个地球那么大。这个时候整个心情有点不好了。地球在太阳面前已经是一粒沙子，真的非常担心太阳老君一发怒，吹一口气地球就不见踪影了。可是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看我天狼星。没办法知道比太阳大多少了，天文数字算不出来，总知道很多。北和三，天狼星的爸爸出面，爸爸当然比儿子大，现在已经崩溃了。地球已经只有一个像素了，恐惧恐惧恐惧。大角星，天狼星的爷爷出面，更大。这个时候地球已经看不到了，彻底崩溃了。再放大看看，申宿星、熊牛座一等星降临，老祖宗级别，我们的太阳也只有一个点了，我的天啊。可是老祖宗又算什么？看我猎户座一等星，太阳都只有一个像素了，就像人体一个细胞，随时被杀死的即视感。心有多大，宇宙就有多大。心大星出面，太阳都看不见了，我们生活的地球早已不见了，我们又生活在哪里呢？继续往下看，自己找对比，比大更大。 V509 Cassiopeia 天后座 Key Signet 天鹅座 New Cepheid 天王座，大的我已经无法形容了。 V354 Cepheid 354天王座 VV Cepheid VV 天王座，最大的蓝色那个叫双子星。第三把2012年以前 Vulcanus Majoris 大犬座 V 外星一直是坐在已经最大星球的头把交椅，体积至少是太阳的80亿倍。哈哈哈，真疯狂。不过现在沦落到第二大了，目前已知最大星体显露真身，盾牌座。对，有多大？体积是太阳的210亿倍。太疯狂了。那么你们认为就这样结束了吗？这还是银河系的一个点。不，这是我们已知最大的星体，盾牌座右外不过离地球6000光年，银河系的直径有10万光年，这连银河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。而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更是沧海一粟。券商中国是证券市场权威媒体，证券时报旗下新媒体，券商中国对该平台所刊载的内容享有著作权，否则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ID 黄双子 Chips 在券商中国号页面输入证券代码简称，即可查看个股行情及最新公告；输入基金代码简称，即可查看基金净值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